阿爹，二娘，常爷爷也来了。什么爷爷呀？他呀，以后就是你的夫君了啊。常财夫呢，经营着前街的布铺，以后你嫁过去呢，就吃穿不愁了。嫁人啊？啊，我可没同意啊。这个常财夫啊，比我都年长，这以后是我叫他兄长呢，还是他叫我爹？二娘，您就看我这么不顺眼，这么着急想把我赶出家门吗？再者说了，我也活不了多少时日，要是嫁人，岂不是拖累别人？小妮子，你竟敢！伯母，既然你们都没商量好，我看呢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更何况，我续弦是为了给我养老送终的，令元时日不多了，指不定呢，还是我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别呀，要不我们各退一步啊？我就不跟你说那二十斤的事儿，十五斤我就卖。你说的不算，也得听令媛的意思。月儿，你爹爹的医药钱可没有着落了，你若是不答应。二娘，二娘，二娘，快出来看啊！怎么了？快来，爹，二娘。哎呦，恭喜恭喜恭喜陆夫人，恭喜陆老爷，这是聘礼单，您过过目。快抬进来。聘礼，来放这儿。谁这么大手笔啊？快！常裁缝，哎，不可能！哦，莫非是找我们家玉珍的？最近是认识几个权贵公子了，不过我也不知道是哪位这么阔气。是晚辈下的聘礼。好俊俏的后生啊，跟我们家玉珍真是郎才女貌啊。不过我怎么不记得我见过他啊？打开，都打开。就可以拜堂成亲，我也嫁啊！我的意思是呢，我同意。这么多的聘礼呀！哎呀，晚辈此行是想求娶月儿姑娘。什么？晚辈花一男，见过伯父、伯母。花艺男，少岛主，少岛主，我不嫁，我也反对。哎，我说你们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真没料到这个陆月儿，在我的强烈攻势之下，都两个月了，还是油盐未进。看来还得用点别的招推波助澜。那少岛主，您打算如何？现在满岛都在传我和花艺男的婚事，
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嘛？他这么做，明摆了就是要逼我就范嘛。你要不要去找少岛主谈谈？我去找他谈，那不正合了他的心意吗？我才不去呢。陆月儿呢？我今天早上散步的消息，她那边什么动静？陆姑娘那边并无异常，还是在云渊面馆下厨做菜。少岛主，您为何非要娶陆姑娘？什么？死前的遗愿，他交托于我保管的遗嘱文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，少岛主若想继任岛主之位，就必须迎娶陆月儿。父亲难道没有听说过他的传闻，让我娶一个将死之人，这不是戏弄我吗？老岛主这般安排想必也是有他的理由。荒唐！如若我没有岛主的权利，我怎么调兵遣将去攻打海盗？父亲要置岛民生死于不顾吗？所以少岛主，如今更是得趁海盗进攻花间岛之前，抓紧时间迎娶陆姑娘。行，父亲摆我一道，那我便受着。反正陆月儿是将死之人，等我将她娶进门，便给她送终。好，既然我追了他两个月，他都无动于衷，那就让他走投无路，自己过来求我。陆家嫂子，还不起赌债，就谢了你来还。别！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还有一个面馆，我可以抵押给你的。一家小破面馆就想忽悠我们？除了面馆，我还要你们陆府的地契。陆府的地契？那不行啊！我给了你，我住哪里呀？给我什么都给你。这就对了嘛。月儿姐，月儿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你二娘把陆府和面馆的地契都输给赌庄了。什么？而且你阿爹现在已经被人赶出了陆府，就连我们面馆门口都有好多凶神恶煞的人，让我们赶紧离开呢。小雨，这样你先别着急，你去找杜若，跟他说有事求他，快去啊！找杜若也没用。少爷，说对了，放开我！你们不要命了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岛主，请不必担心。这两日我儿闭门思过，潜心准备南厨神大赛，请问少岛主还有何吩咐？杜伯父，南厨神大赛的推荐信函过两日我将亲自献上。那就先谢过少岛主了。客气了。Thank you.